稍微弱一点点。你最主要的这个地方，你这个地方，你不是我的意思说，你刚才你把这个地方留下来，你掏进去一点可以。不用，不用，这个到地方到时候还要减坡度的，你放心吧，别纠结了。他都给准备好了，他准备好了，到时候一刀下去，这焊都焊不上来，然后呢，真的没事的，不，稍微，真没事的，你放心吧。你快一点了，好好好，点了，真的，你放心吧，我去听了。啊，我觉得有点短。不是，最上头本来就是最短的，我不行。播到哪去了？哎呀，我现在好短呀。我再拍个照片。不过都短短的，现在只是剪了一半。嗯、不会短的，短怎么？不会短的。不短，走。后面本来就要比前面短一点，你放心好了。可以吗？可以，不会在你家里跟你讨江湖的。没有，不是，我是怕我。哎，丑，千言万语就是一个字丑。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唱啥？我就怕。我天哪，我不行啊！你天天跟我俩闹，这老板一剪的时候，你也不闹了。我说怎么剪，他不愿意。哇，这好短呀、后面还在，不会短的，本来就有坡度的。我跟你先说一下。为什么这么短？